这个不是。哎，等一下。你干嘛呀？这个是我在安逸捡到的，还给你。不用还我，这样也挺别致的。你那些风铃都没从北平带过来吧？嗯。下次我再帮你做一个。张琪哥哥，我爸爸回来了，让你过去一下。走吧。哎，小姨，忙着呢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坐会儿，一会儿吃饭了啊。哎，我听说张琪他们来了，在哪儿呢？在林先生屋呢。啊，行，那您先忙着，我去看一眼他们。哎，林先生，南京一别已经大半年，我今天来有件事想跟您商量。有事你就说嘛。金教授为了保护吴丁家，煞费苦心，用性命做了这么一个周全的局，您可把他安全带到昆明了。张姐，实话跟你说吧，张姐，吴定甲在离开杭州的时候就已经丢失了。什么？是我不好。吴定甲是他用性命保护下来的甲片，可是我却没有保管好。你说，哎。我真是对不起他呀。那您可还记得当日有什么细节？老林，嗯，这枚印章有些特别。不对呀，明浩章应该是两方配合。事情，金教授经常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鸽子最大的特点是无论飞离家有多远，总能找到回家的路。训练大家这么久了，我要说的话想必你们都记住了，任务就拜托你们了。小黑，记得一定要让林兄明白。兴帅息，众星西沉，旭日初升。吴定甲是放在一个木匣子里，木匣子是放在岳王庙的墙洞里面的。原本还在，我看到，可是走的那天，那木匣子里是空的，莫名其妙的就没有了。那您的研究也因此停滞了？那倒没有，吴定甲的拓片在我这儿，还有从南京史语所带回来的拓片，所以。书我还在继续写着，那就好。